我发现自己了，你不要光。我真的是，喝，好好喝，今天。快一点。好的，伟哥。因为赶时间。好。好，喂，钱总。啊，听得到吗？声音有点小。喂，啊，现在听得到了吗？听得到。啊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今天给你提了一个事情，就我们之前说的那个事情，就我觉得没必要再合作了。不是，这好好的呀，陈总，我们。就你听我好好的想了一下哈，我今天是觉得没必要了，因为现在的状态。你就不要开玩笑了，你看我现在回来了，我也跟你说过了嘛，就是我们好好把公司给做起来，你把事情交给我去做嘛，然后我们好好把公司做起来嘛，好不好？我刚跟你说了，你没听懂吗？我觉得没必要了，知道吧？就先这样吧哈，然后到时候我们拟一个协议 ，OK？ 你听我说，陈总，喂，喂，喂。帮帮我吧，老爸，你就帮帮我去跟他们说一下嘛，不然我说他们都不买我的账，你好好的跟他们说一下嘛。喂，喂，老爸，老爸。唐总来了，你完蛋了！这一下你完蛋了，唐总来了。以后我不做你的朋友了。再说一遍。
了心。